那快递需要签收。什么快递啊？李旭东，你就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吗？周总，那晚上没发生什么，也不该发生什么。那你为什么吻我？ 我是臭流氓，行了吧？我想占你便宜。想占我便宜的人有很多，但我知道你不是他。你就把我当成他们吧，是我错了。你就尽管讨厌我吧。你是不是误会了？我说结婚才可以的意思。你什么都别想。 我说真的，你肯定会后悔。李雪奴，我是周恒，不是任你摆布的小丑。